米淘了两遍以后，放进水里面煮。现在我们开火煮，煮到开以后煮十五分钟。猪肉切丁，搅拌一下，放入猪肉以后再煮十分钟。中途再打开搅拌一下。加入香菇最后，用勺子搅拌一下。盖上盖。再煮十分钟，最后加入葱，葱，然后滴两滴香油 ，OK。
最后搅拌一下。就可以起锅了。一碗香喷喷的粥就做好了。如果大人要吃的话，可以盛到碗里面再加盐加胡椒粉就 OK 了。这样宝宝可以单独吃没有盐的。